然后就是下坡，哇，好多呀！烂了一个吗？这是那个那个蜂蜜，哎呦妈，这是那个叫什么三华里，倒了老多天了。它刚倒的时候都是这种绿的，我捂了捂。嘎嘎酸，但这里的好小啊，嗯，赶上我的眼珠这么小，还有一包辣椒盐，不知道让我弄哪去，还好我能吃酸，有点酸，有点涩。嗯，红一点的酸甜，绿的吃酸涩，我估计孕妇宝宝看了能馋呢。没有我们当地的那手里的生的时候，就是快半生不熟的好吃。嗯，你们一口气能吃下多少个这么酸的玩意儿？咬一会儿脸胃酸，对了，头两天你让我吃那绿香蕉，捂熟了之后有点发黄了，吃起来是酸甜的，果然是酸甜的，不是纯甜的，是酸甜的，还挺好吃。我才吃了几个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，再吃两个葱二十个。十九，嗯，二十，唉，酸爽，太他妈酸爽了，再见。